家早上好，俺走到这半路上车又坏了，现在走不动了，牛啊在修车。不知刹车爆了，刹车卡住了，我把这刹车松一下看一下可能走不能走，走不动了，刹车卸一下看还能走不能走了，下午回来再修车。刚到这儿车就坏了，牛儿现在正在修车，修一下，要不然就回不去了。这个车，哎呀，当时我买这个车的时候，买的人家的二手车，隔三差五的这打坏了，那打坏了，哎呀，真的是。车轱辘坏了。今天在湖县村，也没有卖完，现在还剩下这么多，车还坏了。刚才牛娃，牛娃在车机子弯了一下，他不行，他到修车铺去把车修一下，不挣几个钱，挣几个钱都修了车。准备在这里把车修一下，老伴家忙的顾不上，只能是。出了这个山才能去修车，不知道车还能来回回去不？看了看到修车这来，叫老伴我把车修一下。没有刹车，牛娃搞的把它收拾了一下，来回到这儿。哎呀，你车这开着一点不行，该换了。该换了就毛病不嘛毛病的。老板娘给我俩免费送了个伞，好、谢谢。这老板给老板娘的，哎呀，好人，平时也挺照顾我俩的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看走啊。啊，走，修好了啊。这把你收拾去。
回家洗，回家洗。